甚至武汉解封一周年，西门子医疗也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点为大家呈现出一场不一样的展览会。那此次我们首次带来了我们的实景渲染技术，来揭示 COVID-19 的一个真实面目，同时我们也全方位地展出了我们抗击疫情的主力设备以及先进的解决方案，希望以这样一场特殊的展览会来致敬我们这一座英雄之城，也致敬为我们抗疫所做出贡献的所有同仁们。